林哥认识就是在八达岭。啊，八达岭长城。但是那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你知道吗？连洗手间都没有。连洗手间都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？上洗手间怎么办呢？不是搭了很多假的井吗？里面是没有的，只是屋子。从第一天去洗手间，去那个角落，到了差不多拍完手针在门口，好恐怖的，你们能够接受哎？那没办法啊，你拍戏啊，接受。你没经历过哈，你没经历过哈，你没经历过哈，你没经历过哈。喜欢这种感觉，一山傍水炒菜。